之初有奇兽食人，亦可伤民。人族先民上观星辰，下取五木，凡柴与兽铸金为刃，屠奇兽诛异客，乃至大理以钦天为鉴，设天监、天鉴、天诛、天命四司，监察天地异象，以护人族荣昌，保万民安乐。火星冲日，荧惑守心，贪狼星动，天宇起始。快！行动之兆啊！紫薇逢恶，雄心如命，不急。客官，请慢用。我的佟大小姐，这一点怎么看也不像是藏着失踪少女啊！落花塔中龙蛇混杂，无伤藩僚多聚集于此。如果要想将拐走的少女运出城外，此处最佳。再有一个月就是陛下寿辰了，若到时候咱们还破不了这失踪少女案，咱俩这脑袋怕是就危险了。一个月，那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惨遭毒手。半个月内这个案子必须有结果。半个月？你说的倒轻巧。安静。这与我们一定有错啊。当然一样喽。此物名为山魈，又名鬼狒狒。《山海经·海内经卷》记载，有干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者见人笑亦笑。而抱朴子亦云：魈毒足相后，夜袭犯人，居于山中，凶猛残暴。糟糕！
里什么味儿啊？照顾伤者。哎，你还真是不心疼我。大哥，你这也太重了。小姐，他打我！哼，大胆贼子，还不快将天外奇石还来！天外奇石！你们是何人？我乃穷剑营知己中郎将，尔等竟敢觊觎朝廷！这人有问题。童姐姐，童姐姐，帮我检查一下此人。没问题。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是故意将山魈引到身边的？石魅草是一种通过模仿动物异性发情的气味，来捕食动物的奇花。而这块相思十里香是用石魅草的花瓣加入山魈的毛发制成，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无效，但对发情期的山魈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等他醒来一审便知。厉害啊，你真厉害。别光顾着喝呀，说清楚到底什么厉害啊。你们自己看吧。来，我没打那么狠呀，他怎么看起来像快死了似的？他的确快死了。嗯，这世间竟有蓝色的血？很多远古深海动物的血液都是蓝色的，比如厚虫。嗯，难道他不是人？正因为他是人，无法使用这种血液，所以才快死了。所幸血髓未发生任何异变，尚且有救。而且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因为一个人只要活着，他的骨龄就会不断变化，就算是被冰封也阻止不了骨龄的增长。而此人的骨龄却在将近4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他整整失去了4年的时间。你的意思是他失去了4年的记忆？准确的说，是此人被从时间的长河中抹去了4年。怎么可能？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哎，换上换上。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一寸金。停，你就不能换一首风花雪月的吗？可是陛下吩咐过。陛下，陛下，又是陛下，这是侯府，不是皇宫。本侯整天吃喝玩乐的，不辛苦吗？这大晚上的，还不让本侯放松放松？侯爷，哥哥下人们抓了一只鸽子，一会儿让后厨炖了，给您补补身子。哎，慢着。嗯，怎么了？这可是童爷的传训鸟啊。明日百草庐小酌。这童爷最近不是在拯救失踪少女吗？竟然有空请我明日小酌。快把我珍藏的那罐猴儿酒备上。那些失踪少女真不关我的事儿啊。童爷，小白，咱们可是一块从小玩到大的呀，我什么人品你们还不清楚吗？登徒子色猴子。好吧，我承认我好色，花心，见一个爱一个，但我追求姑娘可都是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这当然了，那有的时候我也会用那么一点银子作为助力，但我堂堂安乐侯，我怎么会下作道去绑架姑娘呢？这可就犯法了呀。童爷，你可要相信我呀。哎呀，行了，别嚎了，这次叫你来不是因为这件事。哎呦，嗨，童爷，你早说呀，净吓唬人。说吧，今天请本侯过来所谓何事啊？你们进来吧。嗯，侯爷，侯爷饶命，侯爷饶命，侯爷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啊，侯爷。你谁啊？犯了什么事要让本侯饶命？本侯可是一贯的奉公守法。侯爷，我们把货弄丢了，侯爷饶命啊，侯爷饶命啊。货？什么货？本侯可是越听越糊涂了。童爷眼里可不揉沙子，你们要是真犯了什么法，本侯也护不住你们。在这儿你们得喊童爷饶命，是吧童爷？是啊。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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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山魈，走私异兽，致人伤亡。你说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惹过多少麻烦？这次真的是事出有因，我都是为了陛下大寿啊。我说你这货就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吗？干嘛老跟我们钦天监过不去啊？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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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想到这么点事儿还能惊动您啊。这样，我亲自设宴给诸位赔罪，这总行了吧？童姐姐，人醒了，过来认人。又是谁啊？走。你怎么把人绑成这样了？刚刚童姐姐又不在，人家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武功，当然得小心点嘛。见过吗？哼，这种粗人我怎么可能认识？你们一伙儿的？不是不是，我们老三已经被山魈给杀了。虽然不是一伙儿的，但是这位壮士我们确实见过。啊，对对对对，他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们还在城外一起喝酒来着，确实见过。什么时候的事？就在两天前。哎，老二啊，这马都拴好了吗？哎呀，拴好了。好好。小二。哎，长官，这次的货主出手阔绰，还能走动城方关系，把这玩意儿弄进城，来头肯定不小吧。安乐侯听过吗？家传丹书铁券，就连每年大理皇帝的寿宴都在这安乐侯府办，你说这来头大不大啊？哎呀，大大，请客官，小二，这桌算我请。好嘞。
几位客爷，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子，在下初来圣都，刚刚听闻你们口中的这位安乐侯手眼通天，不知他是哪路神仙，竟有这样的面子。不是我认识你吗？你是干嘛的呀？啊？几位不必多心，在下也是行商出身，平素也做些下面的买卖生意，这初来圣都当然也是想结交些新的朋友。来，嗯，来，好，好，来，来来来，来。哼，了解的还挺全面。一派胡言！两天前，在下尚在塞外，如何与你们在城外饮酒？小人说的句句属实，句句属实。这位壮士确实与我们有一面之缘。小子可不敢隐瞒啊！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拘禁神策军军官，就不怕朝廷问罪吗？朝廷？瞧了，我们就是朝廷。钦天监天诛司巡天按察使童盼秋，代天巡牧黄泉特许。神策军玄武卫穷奇营直戟中郎将苏建义，参见大人。苏建义，这便是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尔等走私异兽，自己去三位司领罚吧。多谢童大人开恩，多谢童大人，谢谢童大人，多谢谢谢童大人。您先起来答话。诺。几天前，我在客栈听你自称是穷奇营的持戟中郎将，于是便去天策府调查了这份档案。太近了。你口中的穷奇营，早在四年前就全部阵亡。太近了，太近了。这怎么可能？我等刚刚发现及时，怎么就阵亡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帝都安寿坊百草庐。姑娘莫开玩笑，帝都距此几百里，在下又不会腾云驾雾，如何一夜之间翻越这千山万水？一夜？你这一夜未免也太长了。现在是雨宁十一年。雨宁七年，十一年，已经过去四年了。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哎，别动手动脚的，坏了规矩。在下冒犯了，还望大人海涵。只是，在下实在搞不懂，这四年怎么就过去了？在下明明记得刚刚寻得天外奇石，怎么就……天外奇石，还真是四年前的事了。四年前，天外奇石陨落大理，钦天监大祭酒预言此时大有玄机，恐有大劫将至。于是钦天监协同天策府在大理全境搜索奇石，历经数月查找，却始终都未找到。而大祭酒预言的劫难也亦未发生。此事引得圣上震怒，大祭酒齐天意也因妖言惑众之罪被关入天牢。大祭酒精通玄门异术，星象推演，不曾出错。如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更何况我钦天监上上下下无时无刻不想洗刷这份耻辱。只可惜，这四年天外奇石音讯全无，这让我等无从下手。童爷，这话就绝对了。依我看，也就童爷你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其余钦天监那些老家伙，现在啊，只求平安无事，岁月静好。我操！多嘴。你口中提到的天外奇石，或许正与此事有关。你口口声声说已然寻得奇石，
可是真的。帝君，气势大如碧玺，肌壮如虎，通体赤红。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且细细说来。你口口声声说已然寻得其实，可是真的？帝君，气势大如碧玺，肌壮如虎，通体赤红。当时发生了什么？你且细细说来。当时。天外奇石，快，走走，快！还真是，天外奇石，这可是大功一件的啊！说不定圣上还会亲自下旨封赏呢。我说我最近右眼皮子怎么一直跳呢？还担心有什么祸事，没想到竟然是财神爷来了。那还等什么呢？班师回朝，走。哎，慢着，上面的命令是让我们发现天外奇石，就地保护，立刻上报。不是你傻呀？这可是圣上点名要的东西，上报，那不就把功劳白给青天剑那帮人吗？就是，凭什么把这等好事给那帮神棍啊？这是命令。狗屁命令！什么命令啊？搬回去。行行，别吵了。建议说的没错。朝廷的确是让咱们上报，可找到奇石，那确实也是大功一件呢。咱们把他带回去了，朝廷总不可能反倒降罪于我们吧？啊，万一，咱们要是能在碧山那里露个脸，那兄弟们以后的仕途岂不是也能平顺不少啊？啊！这样，咱们先把他带回营地里去，上报的事儿就交给郭将军。如何？啊，走。行，别只能这样了，走吧。听见没？带上，走啊。今天似乎格外暴躁。怎么？怎么一直都这样？如此说来，你们在四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天外奇石，那怎么朝廷给的结论却是天外奇石搜寻未果？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们在押送奇石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变故，导致你们并未将奇石送回营地，而这个变故也造成了你们穷奇营的全军覆没？这个变故八成与那块天外奇石有关。我本以为是天外奇石引发天地异象，时空乱序，将你从雨宁七年带到了四年后的落花榻中。然而两日前，西周商人在城外见过。但这位壮士，我们确实见过，一派胡言。你却对此毫不知情，看来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阴谋，一定是有个大阴谋啊！啊！照你这么说，你肯定也不记得他在落花榻里救过你了。所以这相思十里香也不是你配置的。在下手足得罪了。畜生。在下行伍出身，哪懂得什么制香啊，这香更是闻所未闻。与客山喝酒的不是你，制香的也不是你，在落花榻的还不是你，难不成你是双生人？青天剑中的确收藏着双生人的标本，但他并不会夺取人的时间，更逃不过时间留下的痕迹。你们青天剑中好东西还真多。童爷，
什么时候也带我长长见识。你这货别给我打什么歪主意。哎，你这是。又有少女失踪了。东北方，安庆方，我们走。啊，涂姐姐，你们走了，那她怎么办啊？大人，你有钥匙在身，不用理会在下，在下自会先回天策府报道。天策府？天策府四年前就没你了，还去天策府？只是，在下并未阵亡，人在这还能说不清楚？你一个小小士官，又没了军籍，你能去哪儿报道？在下明明是寻得天外奇石之后就到了这里，又有何说不清的？再说我穷极营的兄弟们全部阵亡，这事儿也需要一个交代。还交代什么交代啊？天外奇石一案四年前就已经结成铁案，穷极营全部阵亡，这都写着呢，你不都看见了吗？穷极营持戟中郎将苏建义。属下在。你身上天外奇石的线索，事关钦天剑的青玉。现在我征用你协助本官，你帮我调查天外奇石一案，我还你穷奇营兄弟一个真相，如何？怒！严十三。谁让你进来的？淼淼姑娘，别误会，昨日你没有赴约，今日城中又传出有少女失踪，我放心不下，特意过来看看你，见你安好，我也就安心了。谁跟你约好了？自作多情。再说，有童姐姐保护我，用不着你操心。哼，油头粉面。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你俩彼此彼此吧。我和他？你可知这次失踪的是谁？问你呢，回话呀。啊，好像是兵部刘侍郎之女。巧云啊，怎么会是巧云啊？你认识受害者？嗯。中原灯会，惊鸿一瞥，亭亭倩影，袅袅青丝。当时，我便对天发誓，此生第十次访哀家，非他不娶。谁允许你靠近本侯？滚！可怜天下痴情郎，当殿不渡有情人呐！谁呀？抱歉，没忍住。人渣！对不起啊，侯爷。是什么声音？怎么叫声如此渗人？回禀司主，这是谛听大人近日刚抓的山魈。为了这山魈，刚刚安乐侯还特意托人过来带话。安乐侯？那畜生不是童盼秋抓的吗？关安乐侯什么事？侯爷说这山魈是他在圣上寿宴的余兴节目，所以他希望咱们在寿宴之前将山魈交给他。哼，就凭这纨绔的一句话，就要把我天珠司用命换来的异兽给他？他怎么想的呀？不用管他，今天陛下寿宴就设在安乐侯府，
这安乐侯咱们得罪不起啊。好吧，那既然是陛下寿宴必须呈上的异兽，那还是谨慎一些吧。您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女儿啊，她才刚16岁。我们巧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苦，她如今一个人该有多害怕呀。跟前几次一样，房间里别说挣扎的痕迹了，就连第二个人存在的痕迹也没有。周围的仆人们也没有听到包括叫喊声在内的任何声音，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最近令爱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异常？那倒也没有。不过他中元节关灯回来之后便有些魂不守舍。我们起初以为他着了凉，便给他请了郎中。郎中说他忧思过度，这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如今看来，该不是中了什么邪？别胡说，煌煌圣都，圣人治下，哪来什么邪物？会不会是移形换位的异种？最近令爱身上可有什么可疑的小物件或者印记？小姐平日的衣食起居都是由我照料，这些天并未发现小姐身上多出什么小物件，服侍小姐沐浴之时也未曾见过什么奇怪的印记。不对，就算是有异种能够移形换位，大多需要一个媒介来确定方位。巧云小姐会不会是自己跑出去的？胡说，我刘家好歹也算是书香门第，巧云就算称不上是大家闺秀，但也自有知书达理，又怎会做出这种有辱门风之事？出个门而已，如何就有辱门风了？大人有所不知，我得知城里有少女失踪，便增派家丁日夜守护着我们巧云的房间，他就算想跑出去，他也没这个机会呀。屋外有人值守，房门又没有被撬开的痕迹。那就只能是……这扇窗户晚上都没有上锁吗？小莲，这是怎么回事？好呀，你这个死丫头片子，你竟敢忘了关窗，害了我的女儿，你看我不打死你！住手！夫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明鉴。省都近日频频有小姐失踪，奴婢不敢怠慢，每晚都会反复检查，确保门窗从内锁死。你到底要检查多少遍呀？最近城里好几家千金都丢了，咱家小姐生得这么花容月貌，可马虎不得。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快去睡吧。不需要奴婢陪你一起睡吗？今晚不用你服侍了，你就踏实去睡吧。小姐，放心吧，没事的。门窗你不都检查过了吗？小姐，工部特制的工书锁，这种锁只能从房间内侧打开。哦，这几天少女失踪的案件闹得圣都沸沸扬扬的，所以我就特地托人从工部定制了这把锁。检查一下院子里的脚印。诺。这小子还蛮好用的嘛。回禀大人，房屋未见攀爬。一个不会武功的姑娘从二楼跳下去，还不惊动家丁护院，想来也是不太可能。上来吧。诺。踏纸，墨印。人家巧云姑娘一个文弱女子，总不能没事往房檐上站吧？你以为别人家的姑娘都跟你一样，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啊？还真有，你家女儿真不会武功。千真万确，看一下是不是你们女儿的鞋印。相莲，
如意祥云图，没错，这就是小姐的鞋印。你不会看错。我自幼便跟在小姐身边照顾小姐的衣食起居，这如意祥云图的鞋样是去年庙会上我与小姐亲自挑选的，绝不会错。所以说巧云是从房檐上离开的。大人，属下查看过房檐，未见攀爬，院中有人值守，也并无任何可疑痕迹。一楼房檐距离院墙足足有百尺，空中无处借力，而脚印又只停留在窗外的房檐上，其他地方并无发现。难不成他会飞？你可识得此物？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直接用手去抓不认识的东西，万一有危险怎么办？你不是说万一有危险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陪你喽。磷粉。磷粉？没错，就是普通的磷粉，蝴蝶、飞蛾这类昆虫身上都会有这种东西，只不过你从小害怕虫子，不知道而已。这附近可有花田？没有啊，我和我夫人都不养花的。要不在下再去远处看看吧。不用了，蝴蝶、飞蛾这类昆虫的活动范围都很小，就算远处有花田，它们也不可能飞到刘府来。再说了，你随便一抹就这么多，这得多少蝴蝶呀？那这飞蛾身上的磷粉又是从何而来？莫不是巧云变成蝴蝶飞走了？失踪少女化蝶而飞，这未免有些太过荒唐了吧。我们青天剑所查之事，在常人眼里本就荒诞不经，离奇古怪。不过这次的案子，这些失踪的少女，除了个个都是容貌出众、正值芳华之外，在衣食住行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所以化蝶纯属无稽之谈。可是每次案发现场的房间都找不到第二个人活动的痕迹，这窗户呢又无法从外面打开，目前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些失踪少女是主动离开的。如若不是化蝶而飞的话，莫非是他们主动接触犯人？刘巧云的父母和丫鬟都没有发现她的反常之处，刘巧云赶走丫鬟，将自己独自锁在房内，打开窗户，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巧云识得此人，而此人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接将人从房檐掳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神操控，才能让那些女孩飞蛾扑火似的去接近犯人？天策府的武功，追！人呢？我们回府再说吧。哎，姑娘，经过一下。这么轻松。
小场面。我们佟大小姐可是天珠司十二巡天暗查室中的谛听大人。佟大人。不用叫我大人了，叫我阿秋就行。阿秋。大人。随你吧，这里算是我的官署，在这儿说话应该是绝对安全。那杀手的武功路数几乎与在下一模一样。这么说，这杀手是天策府的人？没错，而且是天策府的直属精锐。这可就奇了怪了，我们钦天剑一向与天策府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还偶有合作，他们天策府的人干嘛对我们佟大小姐下手？会不会是由异客伪装，刻意模仿我们神策军的武功？不会，我们天珠司与钦天剑其他珠司不同，需要直接与各种天外异客、远古异兽作战的，所以我们被特许使用钦天剑珍藏的奇物。但由于暗查使手中的这些奇物力量过于强大，为了防止暗查使叛变或者不慎落入恶徒手中，这些奇物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无法对人使用的禁制。今日我这八门金锁对着杀手毫无意见，所以我可以肯定他是人。我们刚在刘府查到点线索，马上就有天策府的人来行刺，这动手的可是大黎军方啊。你们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帝都少女失踪案的背后，她不是异客，也不是奇兽，而是人。天珠司司主于琼奉陛下之命前来与大祭酒参商陛下六十大寿一事，以防异客趁机作乱。天剑司奇物阁一行四阁有一卷老夫手书阵图，你按照阵图布置便可。属下真的没有想到大祭酒身陷囹圄，却依旧对陛下是忠心不改，此种气节令于某佩服。老夫从未忠于过大礼，更未忠于过陛下，何谈对陛下忠心不改？大人，甚言。老夫所忠只为人而已，上古之时神兽以人为食，天外异客以人为奴，我人族祖先借天火铸刀兵斩异兽举异客，令我人族成为万族之首，我只不过是继承了先祖圣贤之志，为人族护道而已，为人不易，为人更难啊！当好自为之。关于杀手的情报，我们所知实在太少。如果真是天策府的话，那我们就算是去问，也是徒劳。不过，他们既然想要阻止我们破案，
那我们只要将全部精力全都放在少女失踪案上就好了。倘若这其中真有什么阴谋，我相信随着案情的发展，他们会主动跳出来的。莫非真是有人勾结异客啊？就算有人要勾结异客，那也要先能找到异客吧。这是钦天剑登记在案的30000多名异客的监管记录，其中具有重叠特性的异客和具有心神操控能力的异客都有着充足的不在场证明。那不在圣都会不会是圣都之外的异客？不可能，圣都戒备森严，任何人出入圣都都会被查验护牌。若有异客入城，那圣都禁卫军一定会第一时间上报钦天剑的。既然是异客，有没有可能可以绕过城门混入圣都？没有可能，大理圣都作为人族的帝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简单。你们来，大理圣都中有钦天剑历代先贤共同打造的护国大阵，其中以皇宫中的镇国玉玺为阵眼，护卫圣都，镇压四方。凡是想要通过城门之外进入圣都的人，那必然会受到护国大阵的反噬，除非他的手中有镇国玉玺。镇国玉玺乃帝王之重器，绝无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这么说来的话，任何想要进入圣都的人只能走正门。任何人？对啊，任何人。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真以为童爷让你们走了，本侯就找不到你们了？侯爷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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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侯爷！哎，这货丢了就丢了，老侯倒也不在意，反正总能找回来。是我们办事不力，多谢侯爷开恩，多谢侯爷开恩，侯爷开恩啊！你们竟敢在童爷面前出卖我！小人知错了，小人知错了，侯爷开恩，侯爷开恩呐！侯爷呐！侯爷饶命！最讨厌的就是背叛。落花吹，吹进睡梦中，吹散了谁心底的冬。当迷雾挂满了晴空，谁人醉醉在了樊笼。待笼中岁月又匆匆，问梦里谁人与残花落尽，吹散少年梦，眼泪的光是记忆里的伤。